专吃本地女星。庄维详情时被翻出每次分手后都迅速踏着第二个，网名世纪大渣男。本地知名中文主持人小玉在七夕放闪高调认爱男艺人庄维详后，男方也随即在下午 post 一张小玉的照片，隔空回应他们两个公开恋情后得到的不是一箩箩的祝福，反而是引起娱乐圈骂战。大码美女演员吴天瑜更被惹怒开炮，大骂某人是骗子，还欠他五位数的钱不还。男方不止已读不回，还封锁人家，企图逃避责任，令吴天瑜气炸并斥责他不是男人。平时不会这么高调在社交网上骂人的他，这次真的忍无可忍才会撕破脸，并考虑以法律途径追讨债务。从而可见男方人品和信誉并不好，网民们更是不看好这段恋情，皆因男方对爱情总是像快餐一样，拍得快，散得也快。